小心。下这么大雨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别送了，我自己能回去，不远。尹章，进屋已备，别让我等太久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般楚楚可怜、才华横溢的小娘子。你是珍珠玉璧，不应堕于泥淖市井之中。往后，让我来照顾你、呵护你，好吗？你就是这么让他们等着的，瞧瞧他们头上这汗。老奴疏忽了，还不快去。顾不是，刚才谢谢你。哎，应该我谢谢你帮我解围才对。过两日我去查房看你。嗯。不不不，我怎么能够这么贪心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尹章，汉儿姐，萧府的下人说你从侧门走的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被月方的人接走了。那好多人啊，我就只顾着跑。上车的时候晕头转向的，回过神来才知道自己上错了车。哦，对了，车上还有别的月方的姐妹，我就先做了主，把她们先送回去，所以这会儿才回来。回来就好。我刚才看那帮人跟疯了似的。你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柯相给提的字。果然是金钩铁花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三娘跟招娣给你准备的庆功宴，你可得好好跟我讲讲这项目的事儿。